今天捡了一个蛋，门上我们就钉了几个饲料袋。门的最下面是一块玻璃，门的最上面是没有封的，这样子它们有新鲜空气可以进去。侧面两边都是有挡风玻璃，还有塑料纸。水来了，这个瀑布都冻住了。我稍微给它们剪一下，然后再铺上干净的草，干草。鹌鹑是非常会拉的，地上全是冻住的瀑布。全是冰，很厚厚的冰。这早上拿出来的，也已经结冰了，所以把这个换掉。